下，建议你深沉吧，把几番春秋冬夏，一碗碧水一段春夏，春夏怎奈金戈铁马，一壶冷酒生牵挂，牵挂醉满狂沙，谁道此心暗处是无香，我心暗处在你身旁，谁年前愁旧恨且想我，热泪莫怨西风凉，谁叹相逢一散梦一场，披坚执锐终不忘，谁问滔滔江水去向何方，执手天涯终有一天，你会跨过静谧无声的喜墨江，离开群山环抱的旧桃源，你会目睹无数不可攀爬之山相继倾覆，不可逾越之海干涸成田，你的命运悬在刀尖上，而刀尖须得永远向前。南北朝时期，战火不断，民不聊生。南岛李征为庇护战乱中的无辜老幼，在湖湘地界建起了一座山寨，为江湖48个门派结成。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，48寨已经人才济济，一派繁荣景象。这西墨江是整个48寨中唯一一处没有岗哨日夜换防的，在东南端，两边高山石壁分隔两地。中间夹着一条宽阔的西墨江，是一处天堑。天机阵，非要以身试法，闯我48寨，就是有去无回。这个李胜师兄，他是大当家的亲侄子，他那手武功可是大当家亲手调教的，厉害吧？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但我听说咱们这一代当中啊，寨里最厉害的是叫周夫人师姐，她和李胜师兄相比，谁厉害？阿肥，今天怎么这么早来啊？周肥，来过两招啊。不敢比是不是？哥，算了吧。这可是你自找的。
各有胜负，就这样吧。这个不算，再来。夫子的台阶是不是你拆的？又赖我。你有什么？就算你赢吧，不比了。瓜娃子，拿命来！多谢。叫过来，加强防守。好。喜墨将有请情，众弟子听令，有走。启禀师兄，喜墨将不是一般人进得去的地方，会不会有贼子声东击西？那你带一堆人到外山门去，严加防范。其他人随我走。是。喜墨将，不行，我也要去看看。要起风了，让开！哎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去看看出什么事了呀。寨子里的事情你都不用管。有外人进寨了。嘿，哎，周粉，你这个时候你还添乱？外面怎么还有明风楼的千机线啊？满林子都是这种线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你知道这千机线是什么东西吗？这千机线可是明风楼他们独有的东西。传说啊，这千机线极细极轻，比刀还锋利。当年我们寨子里的一个小弟子，因为误撞进近林，跑得太快了，这胳膊和腿刚碰上这线，就咔嚓。来的人是以极高明的轻功，以树叶为点，踩在我这些千机石上，在完全没有触动机关的情况下渡的江。这身手，进去，我进不去。你是谁？擅闯四十八寨，意欲何为？
小生姓谢，字梅梅，号想得开居士。谢。李秀，谁在你呢？把他拦下。多谢寇掌门。哎呀，差一点就抓住了，真的是。没关系，他跑去了洗墨江，只要守好近邻，他就进不来。贼人怎么会跟丢了？姑姑，是因为我没守住，贼人从我这儿跑了。其实我已经追上他了。但是他，你还有脸说话？大当家，我怎么了？我让你去跟夫子赔罪，你倒好，还敢四处乱跑。天帝君亲师，现在就敢对夫子不敬，等你以后翅膀硬了，是不是爹娘都不放在眼里了？我赔什么罪？台阶又不是我拆的。还顶嘴？这事儿我以后再跟你算账。近邻里步步惊险，我都不敢擅入，谁给你胆子进去的？那人已经闯进来了，我也不能放着不管呀。他连亲贼人的事用不着你管，滚回去读书。寨子里都进贼了，还读什么书？那我四十八寨也用不着你来出头。给我回房间，老老实实面壁思过，不许离开房门一步。姑姑，其实台阶……胜儿，你也回房间吧。回去吧。周斐，周斐，我叫你呢，听不见呀？干嘛？姑娘家家就该安安分分的，整天喊打喊杀的做什么？你出身四十八寨，将来就算嫁人了，有我在。谁还敢欺负你们成？这话你怎么不去跟大当家的说呀？让他在屋里安安分分的绣花算了。我可是很赞同。当年四十八寨是以我李家寨为首，姑姑是因为寨中无人临危受命，有些事劳烦不到周姑娘头上吧？多谢体恤，那也劳烦不到废物头上吧？你说谁？谁来领就说谁。这天下父母心。当真难测啊！胜儿的听话，要是分给阿斐一半，我就再也不打他了。阿斐这孩子，表面上虽然倔，但是心里面有分寸，你大可放心。倒是这胜儿，他爹过世了以后，我就怕辜负了他，处处栽培，想着早日把四十八寨交到他手上。胜儿习武的资质不算上佳，可是那也没什么，慢慢来就是了。这孩子心事太重，杂念多，就怕哪天一念之差，他误入了歧途。哥，你要走？没错，反正四十八寨能人那么多。少我一个也不少，而且贼人现在连近邻都出不了，也没什么可担心的了。姑姑不会让你下山的。从洗墨江走。哥，你疯了！你忘了之前有几个轻功很好的师兄想要过洗墨江，被镇守江心的老前辈绑了挂在悬崖上。哥，你过不去的。那我偏要去试试。去那边，我看这边。
看来他们加强了防守，我怎么样才能进去呢？高总吧。 这是干什么？别添了。现在四十八寨大敌当前，添乱的是你。好，那你就留下来当你的大英雄，我不奉陪了。哎，是真想走啊？嗯。奇了怪了，我这坟头上捡来的天头都还没想离家出走。 你这个四十八寄下人当家倒是按捺不住了。你所经受的那些打骂，那都是亲生的分量，而我也不稀罕这个寄人篱下的半吊子传人。过了这江。 天下何其大，高手何其多，我李胜怎么着也能闯出自己一片小小的天地来。再见。哎，李胜。喂。喂，李胜。 今儿是什么良辰吉日啊？除了我，还有人来送死啊？这事和往常不太一样，不太对劲儿。李胜，你快要回来！李胜。 就是我的江湖了。
要不是我给你那一脚，你那小腿恐怕跟身子就要分家了。谁让你下来的？你别管我了，你快上去！来不及了，要么闯过去，要么死。上面呢是多管闲事，背面是装聋作哑。看来这天意都让我别管这闲事了。师叔，现在敌人在暗，我们在明，您又上了岸，我怕这洗墨江上。走，哎呀，走走走走，空城计罢喽。我要是像个杆子一样杵在江心亭，你觉得那个瓜娃子会出来吗？今夜水中无阻，等千机阵已经全开。对不起，以前我总觉得自己是个爷们儿，不愿意跟你们两个小丫头为伍，没想到现在是我害死了你。你别得意，就凭你，你可害不死我，我是自愿下来的，最多算自杀。杀我还不嫌早，那里的家伙还活着。是你？时间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情况？你是人是鬼啊？两害相权取其轻，活见鬼也比做了真鬼强。他就是我在晋陵遇到的那个小贼。惭愧惭愧，又和姑娘见面了。哪里啊？
等空三，走坤位。等空三，走坤位。哎，你为什么要挑那个小贼的？那也是过了千机阵的小贼。估计也是入网喽。好了，我去守望了。师叔，师叔。啊。十年前锦峰过世的时候，我就问过您，我们李家用性命守护的到底是什么？什么？哎，姑姑，听说那个于老师跟一千多岁的大娘玉晶，要是被抓住了，会不会被他剁了吃了呀？罗伯伯，您是谁啊？看不出来是吧？我就是那只大鲶鱼。啊！啊个傻子！救人呐！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更比一代强。你们这两个瓜娃子，真是让我开了眼。我活了这么大的岁数，还没有见过这么会找死的人，活着不好啊！就是你过了我的千机阵，是晚辈冒失了。
初来乍到，进出无门，所以不得已才走这条路试试的。没想到镇守在此的竟是明风楼的前辈。不用客气，娃娃，我看出来了，你功夫好，眼力也好，长得也好，可惜你运气不太好。好自为之吧。要不是有外人在，我现在就把你们俩扔进江里，给我清醒清醒。这便是四十八寨的待客之道吗？公子怎么称呼？晚辈姓谢，单名一个允字。前辈亦是千钟派的高人吧？在下只是路过，没点什么事儿。还多亏了小妹妹刀法凌厉。我们这里除了山还是山，也没什么风景。谢公子深夜到访，想必不是为了看风景的吧？娘，方才他本不必露面，都是因为见我们触动了水中的千机，才以身犯险救了我们。你闭嘴。寨中多蛮夷，少教化，弟子也都粗陋愚笨，让谢公子见笑了。公子出手相救，自当重谢，但不知深夜造访到四十八寨来，是为了找什么？实不相瞒，在下确实受人委托来见一人。不想四十八寨戒备森严，在下别无他法，才做出这么失礼的事情，承蒙前辈不怪罪。公子要找谁？不知甘棠公可在贵寨中？是谁告诉你，这个人在四十八寨的？托我送信的人。这人若是骗你呢？此人托付于我的事情非常重要，若是有心拿我消遣，也不必拿此事做儿戏。还交代些什么？他说最近早年间跟贵寨中的李大当家有些小误会。倒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只是大当家日理万机，找人这样的事情还是不要惊动也好。你完了。嗯？是王林叫你来的？不错，没想到前辈就是名动天下的李大当家。今日得见，真是三生有幸。你是怎么得罪王林的？派你来干这种送死的差事，单凭王林这两个字，就够我现在一掌劈了你。在下只不过是个跑腿的无名小卒，怎能与王林将军有交情？大当家说笑了。但是你救了我的女儿和侄儿，也算恩仇相抵了。把那老鬼的安平令交出来，我派人送你下山，不为难你。大当家有命，晚辈本不该违抗。只是大当家要这安平令有何用？
大当家果然坦荡，连托辞都不写说。只是这王林将军临终前将此物托给晚辈，晚辈曾对天发誓，他在我在。王林死了。甘堂公，胜儿，胜儿，胜儿，你怎么了？伤到哪里了？修。陈飞，加派一倍的人手看守思过寨，一只苍蝇都不能飞进去。是，大当家。混账东西，给我跪下！大当家的，别打了，谁都不许替他求情。不是，枉费这些长老这么疼爱你，你怎么敢干出这样的事儿？我没错，还嘴硬，你分明就是故意放走他，你可知道这是通敌之罪？我只知道，他在洗墨江上救了我和李生的命。你从小就告诉我，我外祖父身上流着英雄的血，那我也一样。十年前寨子里大乱的事儿，你忘了吗？独自安然，还没带你纵横青山，还没将你的发亲吻，还没好好在这纷乱里纠缠。
前你那把刀还没还，挥挥江湖与你魂气不曾怕，等我替你踏遍天涯，巍巍江山为你愿把热血洒，管他又是谁的天下，几行之血飘到哪里才是家，不如让我把你融化，当群烟染无心却化作前世的铠甲。